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这个帅气的航空母舰。想不到这个航空母舰居然有三种不同涂装哎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等一下这个上不去啊。旁边这里可以走吗？啊 ，OK， 我们走这个楼梯下去好了。哦，有点摔倒哎。OK， 这个贴图做的不好，等下这是什么？隐形的墙壁是吧？那边有一块隐形的墙壁，好像过不太过去哦。这里可以啊？等下这里上不去啊？这里也上不去。OK， 所以这整艘船呢是一个物件。我去旁边看一下。哇，这是炮塔吗？帅哦，两层的炮塔，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可怕可怕，帅气哦。旁边这个是对空的吧？我看一下这边，两排都有对空机箱啊，可惜不能用。哦，这是类似野战炮跟那个对空机枪嘛？野战炮应该说是打船舰用的吧 ？OK， 我在这个地方升一个飞机试试看，应该是可以飞啦。真什么好呢？这台应该不错哦。可是我发现我的翅膀太长了，我觉得应该过不去啊。我觉得不行。好，下来啊，我换另外一台飞机好了。我们换小一点的飞机啊。换一台小飞机。这个。起飞！哎呦，撞到隐形的东西，是什么？算了啦，不让我飞啊！我觉得是在这个塔台这边有一小块引擎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用，还是它本身的 bug 啊。好，不管，我们来开这个航空母舰啊。哦，笨重慢慢的感觉，可以看到后面的螺旋桨啊，在转动。可是它好像不太好转弯啊，转弯怎么转啊？那个飞机，那个小飞机滚出去了，撞到我的炮台啊！然后我先把它移走好了，去旁边去。坠海，哇，那台大飞机居然还在后面啊！我可以在船上面射击发射子弹，要有准心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还有另外一种涂装，先跳下去。哦，要沉船吗？这个
它是沉下去再浮起来啊，物理不太合理啊。载浮载沉啊，可以开了吗？好，稳定稳定了，我还在飘啊。Sarah 号 ，Zara， Sarah 号是不知道是哪一台哦。为什么我一下船就摔倒了？下去看一下这甲板，应该是木质的吧？哦，哇塞，痛哦！一样有这个对空的。应该是说它整个模型都长一样啊，贴图不一样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圆圆的那个，救生圈嘛，对不对？上面还有桨，绑在上面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汗罩的吗？那涂装有做得成旧旧的感觉，我们拉远看一下，啊，下面也是这个救生艇啊，绑在上面。这船随着这个浪移动啊，慢慢的移动，吊背应该是吊那个飞机用的吧。ARA 。OK， 我们来再看另外一个涂装。另外一台涂装是绿色的。好，我再把这三台的名称放到这个描述的下面好了。三台不一样的涂装，好了，先介绍到这边了。